有师徒缘分，我便给你开个特例。喂，我是菩提，V3套餐一份，谢谢。加个蛋哦。好，拜。啊，长生不老帮你定好了。这么快？V套餐还附赠力大无穷、武器精通等等属性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不过，你须知晓，此乃非常之道，夺天地之造化，倾日月之玄机，丹成之后，鬼神难容。此主人一寿长生不老，但每500年便会有天灾降于汝身，以古三子，夺故授予天齐，经此绝命，骨肉成灰，精魂消散。不过不用怕了，为师传你躲三灾变化之法。你这就吓尿了。没关系，此法有2般，有一般天罡术改36般变化，有一般地煞术改72般变化，你要选哪一般？选多点多安全。你说躲到什么时候啊？那好，我便教育你72变。上前来，仔细听，为师教你口诀：猛灵面，口气开始冒烟，朦胧中完美的脸，慢慢的出现，再见就像要再见。等等，师傅，这是口诀，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没错，这正是变化口诀，看我72变。不管怎样，总算拿对书了。只要背诵完整口诀，就能够完成变身，是居家旅行乔装打扮的好帮手啊。真的吗，师傅？总觉得不太对啊，师傅，不是在整我吗，师傅？你多心了，为师怎么会整你呢？总之，你从今天起读这本口诀，直到你熟烂于心，倒背如流的时候，你就学会72般变化了，到时候再来找我。是，师傅。